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，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，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。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，而现在让我感觉像半支笔的主演。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？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？按下这首宇宙，但现在已经被我掏空。你让我整个人都冰冻，还怎么再次为你心动？为何你不是意愿离开我就是欺骗？可能会爱我对你贪恋。太低了，好了，就唱这个，后面全是说唱。